11月12日，大甲溪，有看到出洞本流十一代，就知道里面有怪物了。好，先看小只的，今天所有鱼全部入了。哇！真的要得。还没完，到底这一只怪物是什么呢？想也知道，一定不是土蛙。不夸张，眼睛跟大拇指一样大，40几。虾面也是公的，蛮可爱的。然后有点壁雕，土蛙也是有，今天大概2尺。等一下的放流，苦花跟大鱼会先放。后面大概只是我自己想要数今天钓多少条，大家在斟酌观赏。